这个人绝对不是吴根杰啊，派来接我的。那你载我来这是要创啥？老爷，我俩紧张。你别管我，你先把我给牵下来，这又有哪出大事？不要，快点！别惊。点人是你啦，你先关心你家己啦。啊，你人感觉安怎？头来讲哦，应该无代志啦，你免烦恼。阿强，你别惊，不管我危险，我拢会救你，我一定保护你。你甲细汉时阵同款，我永远的意思，我必保护你。你今晚讲这有什么路用？小雨，我知道你厉害了，你得坚持下来。我得你一下，我得下班，你还可以哦，可以。小雨，干爹，干爹，干爹，你小雨的温度可能有较降啊，你干爹嘛无遐尼艰苦。啊！
文瑶！小雨，麦克胡，既然我讲的话拢无咧听，你这么有才调，就快点背个。你老实跟我讲，你做这王杰的时阵，安琪是不是在边啊？你跟我对安怎？这根本真重要。你即马是空嘴好，你就唔知影通听是吧？安琪喜欢电锁，你坚持要答应。你讲，这就是你的爸爸，我真的开始怀疑啊！干爹，你即马是安那？你是固定啊？你为着一个查某，你袂记得你身上有承担着要恢复咱陈家兴旺这个重担。我早就跟你讲过啊，罗安杰的代志，我一再跟你叮咛，恁两人的出身，恁的立场是对立的，恁两个绝对无可能会有结果。你要赶紧切断你对伊的感情。我讲话的话，你无你敢信？你这么反头来怪我无带人，那白仔惊钱，你是要咪跟我求死？干爹，我拜托你，你别安尼好不？小雨已经在厝内啊，那真无简单，就家己对阎罗笑头笑回来呢，伊袂堪要过这款的灵体啊！你搞起嘛，还搁要威胁我？小雨，看起来你已经无适合继续留在这个局内面了。是你逼爸爸爱放弃你。